好，把你右手放在手肩上面，左手把你右手的手肘往后压，你看看这边哦，这边是压在这边，我是在开始压的时候往下压，这个地方再更下面一点，这个地方我们的肺的输的总气流。好，我左手放掉，右手伸手的用力压着，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。我们改变，由变成两只手指头用力压着，在你的锁骨里面用力压到这边出关，然后在锁骨的下面，好，往这边往内压，好，你看往这边压，一定是在更下面啊，三只手指头用力，到这时候。变两只手指头，用力往下压，那锁骨的下方，好，连续做10次。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经络会往上通，所以这地方它的穴道就是很深很深里面，你要往下压很深很深，才能够把它压通哦。